鸡蛋。鸡蛋啊，好，炒蛋定系煎蛋咁啊？也不炒也不煎，一只生鸡蛋。生鸡蛋？嗯，生鸡蛋你食咗唔惊有菌咩？谁说我要吃了？鸡蛋唔系攞嚟食啊，唔通攞嚟孵嘅咩？差不多，我告诉你，这个生鸡蛋是为了让华女学毛笔字的时候握的手里边学握毛笔的这个手型姿势，对吧？啊，幼练啊！我食餐晏仔都唔俾我放松休息一下，我唔学啦，我唔学啦！你个咩书法班我都唔学啊！你把手机放下。哟，手机，这是什么学习态度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你忘了吗？现在小笼包和喜儿啊，人家俩的学习热情比你高。又点同呢？佢两个仲细，仲要考大学，梗系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啦。但系你睇下我，我都三十好几啦，仲学咩啫？三十好几，难道你就上了岁数了吗？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你没有看新闻吗？啊，新闻上说有个大爷。今年都75了，人和他孙子一起考大学，人家说了要考到105岁。105岁啊？系呀。如果我可以长命到105岁嘅话，我咩人生目标都实现咗啦，我仲学鬼学马咩？系咯，唉，好心你啦，老作。平时人哋华女真系公司辛辛苦苦做完一日嘢，呢个嗌唔对去练大字喎。好心你带佢睇下戏，放松下好过啦。你和你妈一样，你就开一辈子饭馆吧，一点不思进取。哎呀，看戏看戏那叫什么学习？看电影啊？喂，咁又唔系咁讲啊？嗱，用最平嘅、最廉价嘅钱去体验最丰富嘅人生喎。嗱，我老友咧系开个影评班嘅，阿华女士啊。哦，影评班？系啊，呢个我有兴趣啊。我话你听啊，今日老师上课啊，放咗好多电影俾我哋睇啊。佢话咧呢啲叫做拉片。拉片？嗯，咩意思啊？拉片咧就系咧要通过睇电影，然后逐格逐格咁样去分析呢部电影嘅风格、技巧同埋内容。嗯，听起来蛮专业的哦。嗯嗯，我话你听啊。我哋呢个老师啊，系电影学院毕业噶，电影学院毕业的。哦，那他的同学岂不是都大明星啊？系呀，系咪大明星关你咩事啫？你咁八卦噶？没有，我就是想问一下嘛，是不是？嗯。哎，那个老师多大岁数啊？嗯。男的女的？男的。长得帅不帅？嗯，一啲都唔靓仔。哦，那我就放心啦。嗯。哎，华女点啊？嗱，上次介绍俾你一个啊，影评班咧，有冇学到嘢先？有啊，学到好多嘢啊！而家咧，我同我男朋友之间咧，多咗好多共同话题。咩共同话题啊？哎呀，我们聊电影呗，还什么共同话题啊？我们聊的是热火朝天，真的。电影啊，哇！不过而家上紧嗰啲咧，都系得10部8部嘅啫，好快睇完啦。咁睇完上咗画嘅，咪翻去睇啲落咗画嘅咯。我哋啊，先至系同一个世界嘅人嚟噶嘛。哎呀，巴闭咯！睇咗两部文艺片就牙刷刷咁样，我咧中意睇喜剧多啲啦。我哋都系啊。我们两个那真是情投意合，兴趣相投。我们喜欢的就是这种精神层面上的东西，是不是啊？这才叫神仙眷侣啊！你不懂得爱情的，我跟你说啊。啊，我呢度咧就有多两张戏飞，啊，好似系喜剧嚟嘅，唔知边个睇。啱啊！喂，正啊！我哋苏高一齐睇啊！系咧，喜剧片啊！系啊，给我两个票啊！我哋唔同世界噶噃，点俾票你啊？哎呀，啥同不同的呀？这个喜剧，我就是你有票就给两张呗。哎呀，你啲文化人唔系话啲咩？肤浅啊，冇内涵嘅。没有，谁说的？喜剧也不是肤浅，是不是？笑一笑，十年少嘛。这个喜剧可以治愈您的内伤。我工作最近压力特别大，看一下，放松一下。哦，给两个。梗唔得啦！
是文艺青年嚟噶嘛，我哋已经是上咗一个层次，点可以翻转头睇呢啲咁嘅嘢嘅咧？我哋要睇嘅系纪录片，唔可以睇戏剧。纪录片啊？世界上最闷嘅片，睇一次纪录片咧可以瞓着三次。咁咪啱咯。嗱，老作咪话攰嘅，咁佢咪瞓下觉，瞓个美容觉回补下咁，几好啊？你话咪？乱讲，我男朋友啊，先至唔会瞓觉啊。是吗？是啊。哦，咁啊，哇，唔系咯，我觉得纪录片咧又长又闷，真系好容易瞓着。哼，喂，我哋睇纪录片，啱好咧呢期有个新嘅国际大片上画，系讲环保题材嘅。环保啊，喂，好嘢嚟嘅，嗱，你哋慢慢睇，嗱，我哋放工睇下。好啊。头先啊，真系淤到死啊！我真系估唔到你咧，竟然睇电影都可以瞓着觉噶。哎呀，你听我说啊，六个小时的纪录片太长了，在那个黑暗放映室里边，那换谁不瞌睡呀、啊？对不对啊？你瞓你就瞓啦，你做乜仲要打鼻鼾啫？你知唔知啊？你打鼻鼾打到拆晒屋咁样，成个电影院人啊都睇住你啊！哎呀，这。反正电影院里面没有熟人嘛，再说了，为什么不看喜剧片呢？看喜剧片的时候，那大家都笑声啊哈的，就听不到我打呼噜了嘛。哦，你而家嘅意思咧，即系怪我冇带你去睇喜剧咁话咯？我都未怪你啊，啱先咁淤，令到我丢架啦。哎呀，我都说了嘛，这个电影院里面没有熟人，都不认识，这有什么丢人的呢？边个话冇熟人噶？正话入边啊，我老师就喺度啊。华女，哎呀，这么巧，你也来看电影啊？系啊系啊系啊，老师你好。这个呢是我影评班的老师啊。啊，老师好。哎，你好。他是你男朋友？我先冇啲咁嘅男朋友啊，睇睇下戏都有瞓着觉嘅。哎呀，我都说了，那个睡眠质量好，以前你不是也一样的吗？你都识讲系以前啦，我而家已经唔一样啦嘛。我跟咗好个老师，学咗好多嘢，点似得你啊吓？仲系不思进取，成日到黑都为睇咩喜剧？你淤唔淤啊？哎，我怎么了嘛？我就想看个戏，又怎么了呢？哎，这个没办法。看喜剧也是要的。最早啊，那个英国的大文豪莎士比亚，他最早就是写喜剧的。啊，那现在那个喜剧片已经我买了票了啊，你们慢慢聊，哦、我先走了，哎，好好好拜拜，拜拜，拜拜。做咩啫？你做乜咁望住我啫？就是个骗子。我几时有呃你啫？你讲乜嘢啊？我上次问你，我说影评班那个老师长什么样，帅不帅？你怎么说来着？我都唔记得咗啦。我记得。你说长得一点都不帅，你就是瞪着眼说瞎话呀！长这么帅，像明星一样，你说不帅？咁我真系唔觉得佢靓仔啊嘛。你知啦，我又唔系一个睇人外貌嘅人。如果唔系啊，我都唔会拣你做我男朋友啦。呀，你还知道我是你男朋友啊？你不是说看戏、看电影、打呼噜的就不是男朋友了吗？我唔小气啦吓。如果不是男朋友啊，唔通系女朋友咩？走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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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老作就冇睇喜剧啫嘛，咁使唔使揦口揦面咁啊你？我看什么喜剧啊？都看过了，咁你就冇嚟精神咁嘅你啊？哎呀，我有心思啊！哎呀，我怕我女朋友华女啊，被人给撬了。啊？别咁大胆咁叫墙脚啊！我觉得罪魁祸首就是你，就是你给介绍的那个影评班的老师，鹏仔啊！哇，鹏仔啊，真系几靓仔，几型仔哦，真系啊！哎呀，学历比我高，个头比我高，颜值比我高。如果他要撬我女朋友的话，我怎么办？啊，系啦，今晚啊，华女愿唔愿上课啊？啊，课还是要上的。我今天晚上呢，我就去接她，
顺便找个理由呢，就把这个影评班的课就给退掉。咩话？你想我退咗个影评班？点解啊？因为这个，我觉得那个影评班也没什么意思，是吧？这看电影谁不会呀？我建议呢，你还是要多读点书，你还是报一个读书班吧。读书班啊？都好哦、我哋彭老师讲要提高阅读。花女，我郑重的我告诉你啊，不要在我面前提这个彭老师，彭老师的，彭老师有什么好的啊？彭老师就那么让你去仰视他吗？他不就是个影评的一个老师吗？不过他说的也对啊，就是多读点书。我建议呢，你还是报个读书班，把这个影评班就退了，不去了，好吧？好啦好啦好啦，咁咁就报读书班啦吓。老周，我嚟饮咖啡啊。没事嘛，和女朋友出来喝杯咖啡。哎，吃点心。喂，阿华女喺边度？去洗手间。哦。喂，个影视班呢？你退咗未？早退了。还不退？我现在给他报了个读书班。唔得咯，咪冇阿鹏仔同你咬手瓜啦，系咪？你别提了，怎么样？这个读书班的老师比彭仔还帅呀！而且还有外国血统，你等于是彭仔再加上一个费翔组团来挖我的墙角，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偷着买回，退了。你可拉倒吧！我再给他退了这个班，他再报别的班，别的班的老师也许比这个更优秀。哎呀，真是的！你说现在这个人怎么越来越优秀？即系边叫你啊，将我培养得咁优秀先得噶？佢里边咁多料，咁你里边又冇料，咁咪配唔起人哋咯？那我怎么办啊？我总不能看着我女朋友就这样子啊，腾空而起啊，绝尘而去吧？你想要留住人哋咧，你一定要自己有料先得噶。你这话说得对啊。我要学习，我和他共同努力，共同成长，是不是啊？我要头悬梁，锥刺股的学。你种精神啊，值得我学习啊！好嘢，好嘢，好嘢。哇，系你咁多书仲买咩书啵你？我跟你说啊，这书还多吗？我这儿的书华女已经都看过了哦，所以说，我必须得看点含金量更高的才能盖过它。哇，你看咩书已经过过去啊？你看啊，平凡的世界他已经看过了。我呢就得要看一点比他更有深度的，像这本《百年孤独》哦。我才能赢他。像《战争与和平》，如果他看过了，我就得看什么《卡拉马佐夫兄弟》。我的那个咩三卡拉兄弟咩来噶？就是没文化，卡拉马佐夫兄弟、是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大作呀！我一个中午就能看完。哦，慢慢谈啊。好，嘿，卡座。老周，老周啊，喂，你系睇书定瞌眼瞓噶咧？哎呀睡着了是吧？是啊，你这样看法怎么看完书啊？还一个中午看完，你说这个怎么办呢？这可能上了岁数吧，一到中午看书就犯困，你知道吗？这个怎么办？你是不是呢？自己吹水，一个中午看完，哪可能的事啊？那也不是吹，知道吧？一个中午看完目录是没问题的。你用目录来同华女华山论剑啊，你好没诚意啫你。其实这个治愈中午犯困呐、其实呢也有办法。你没办法？一看书不是犯困呢？我有办法，吃辣椒。鲁迅先生想当年啊，为了看书不犯困，尤其是到了冬天，就是吃辣椒，一举两得，一是提神，二还可以驱寒。不是辣椒得了，我帮你买来，买钱来。好，越辣越好啊！
亲爱的，感冒了吗？我没感冒。今天呢，我想跟你深入探讨一下这个俄国最伟大的作家托斯托耶夫斯基。托咩话？托斯托耶夫斯基。哎呀，你讲乜嘢啫？我完全都听唔清楚。你除咗个口罩佢啦。不能脱啊，不能取。点解啫？哎呀，这个群。你个嘴做乜嘢？成个马骝屎忽咁噶？你系咪搽咗唇膏啫？哎呀，我擦什么唇膏？个大男人的，就吃辣椒吃的。食辣椒？点解啊？哎呀，都是为了你嘛。啊，不是，咱别岔开话题啊！我跟你深入探讨一下。我最近呢，我在看了托耶夫斯基写的一本巅峰之作啊，就是这个《卡拉马佐夫兄弟》，他比你看的那个《战争与和平》这个深度，那要深得多得多。真的？哎，有几深啊？够了，够了，好。哎呀，应该这么说，它比地下车库还要深，所以说我要跟你深入探讨一下。啊，唔该，点菜啊？嚟嚟嚟嚟。嗱，你姐今日食啲咩餸啊？姜葱鸡饭啱唔啱啊？唔啱。今日我要食啲辣嘢。哦。一碗重庆小面。好，小面。咁呢个主食系面嘅话咧，咁使唔使加多个餸添啊？系咯。要，梗系要啦。虎皮尖椒。喂，唔够唔够，都系唔够辣，再要加多个辣子鸡添。哇！你姐，你受咗咩刺激啊？食咁辣嘅？系啊。不是受什么刺激，是为了看这本书啫。你看看这本书又厚又难明，不吃辣东西的话我怎么提神啊？等等先，看书和食物有什么关系？我看两页咋就已经湿眼瞓了。我不吃辣东西，我怕我看看真的睡了一觉啊。你都说本书很难明啦，那为什么还要看啫？是咯，你估我想看的咩？这天都是老作啦，他看这本书，那如果我不看的话，那我跟他哪有共同语言呢？大本书呢，你看这么厚啊，你吃多少辣东西才送得完啊？我不知道要吃多少辣东西才送得完，但是也好过没有啦。哎，快点上啊，快点上啊。好，好，你等等。你话你姐拿辣子鸡啊，慢慢吃啊。如果不够辣呢，还有个更加劲的，你自己加。嗯。好。唔该晒。你慢慢吃啊。有你杯冰水救下命咋？但系咧，读书靠你感觉真系唔系老啊！你咁短时间内靠食辣椒吸唔吸收到噶？其实咧，我都觉得好难受，我都已经顶唔顺噶。其实，喂，咁你之前咧咪报咗一个读书班嘅？你而家仲有冇去啊？咁，其实我已经偷偷退咗嗰个班噶啦。但是呢，我又不敢跟老作说，我怕他看小我嘛。其实我呃他都呃得很辛苦，但我又不知道怎么跟他说。亲爱的，你来啦。看什么书啊？我的个天哪，你现在看卡拉马佐夫兄弟，你能看得明白啊？不明白，我看不明白啦。这本书的作者很犀利啊，我已经看到了他说他对上帝存在的思考这个问题。这么深奥你都看明白了？是呢，你看到哪里？
啊，我还没有全部看完，我都要抓紧时间补一补。啊，你依家就睇啦？咁你唔食饭先咩？哎呀，吃饭着什么急？学习最重要嘛，是不是？人可一日无肉，但不能一天无书，你知道吧？咁啊，你只手做咩嘢啊？吓，你手震紧喎。啊？你唔系太痛我啊，所以手震啊？哎呀，不是，我可能就是用脑过度了，消耗太大，这个抖一抖，这很正常的，没关系。吓，咁你不如瞓低帮住食饭先啦。哎呀，那怎么行？哎呀，我都要和你一起进步，一起学习嘛。一齐进步都唔使攞命搏系嘛？哎呀，你看你现在都是读书班的高材生了，如果说我不进步的话，我就跟不上你的步伐了，你晓得吧？咁我可以去将嗰个班退咗佢，咁我哋咪可以多啲时间陪你咯，我哋又可以一齐拍拖，我陪你睇下喜剧，咁样好唔好啊？你说的是真的假的？花女啊，你真是太好了，尤其是对我，你是天底下对我最好最好的人了。你往往都是因我而改变自己。改变呢，佢就冇改变嘅，华女姐都系嗰个华女姐啫嘛。其实啊，佢同你而家咪一样，佢嗰个读书班啊，早就退咗学啦。早就退了，真的假的？真嘅。你唔会批评我噶嗬？我这个乖乖太好了！我跟你说，我等这天等了好久了。你说天天读书，这换谁也受不了啊！哎呀哎呀，咁我哋唔读书了嗬，食饭好嘛？好，吃饭。我这，阿女啊，你怎么点了一桌子辣菜呀？这个能吃吗？这不是以前的你啊！哎。我都是为了读这本书啊，先点这么多辣嘢来提神的咋。今天我们不吃辣的了。二九四九点菜。来。想吃什么？我要吃翻白切鸡。好，没问题。不如给点小费你咁多。不神执了两嚿水给我。从今天开始啊，我没得再收快递的了。我想问一下你，咁快递公司点样表态啊？